哎呦哎呦，哇塞！哇，这里还有个钻洞，这个刚刚从洞里爬出来，哇，挺猛的。这种小皮皮虾很爱打洞的。这里还有，你看，它想咬我，可以收了。这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个肯定是个螃蟹，它窝在沙子里面，这个是它的吐水口、呼吸口。哎呦，哇，兰花蟹，哇，挺大的，可以。哇，这个触角很大，你看，躲在这个洞里面，把它抓起来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夹到很痛的哦。这种螃蟹夹眼很痛的，哇，它还想跑，这个要抓它钳，哎呦，哇，我很怕这种螃蟹，这种螃蟹夹眼很痛的，出来，哇，这个石头搬不起来，把它挖出来，哎呦，出来，哎呦，哇，挺大的。收了，这里有个珍珠螺，你看，连在石头上面，太小了，这个就不要了。这个石头洞里面有只面包蟹，哇，这个怎么抓？哎，手刚好伸得进去，挖一下，这是它的洞口，哎，抓到了，哎呦！现在这个季节面包蟹很肥的，都是膏，可以。这里有个小的兰花蟹，哎呦，它在吃东西吗？哦，它想咬我，你看，逗一下它。这么小都不想抓它了，太小了，你看，这就把它放了。这个鱼只看得到鱼尾，不知道是什么鱼。哇，是金枪鱼！哎呦，哇，那么猛！这个金枪鱼还可以，哎，这么大可以收了。你看，哇，银色的，亮亮的，收了。这里有个螃蟹，看得到没有？在石头缝里面，看了。哎呦，哇，它想跑。这里，喂，抓到了，好像是三点蟹，我看到它了。哇，你看，哇，你看它壳上面有黄，哎，这个螃蟹好肥哦，收了。这里也有一只兰花蟹，哇，你看。他在吐水，哎呦，公的兰花蟹才漂亮，有点蓝色，血蓝色，收了。这些石头里面一般都藏有小螃蟹，这个没有。哎呦，哇，皮皮虾，哇，这么小的皮皮虾，你看，咬我。但是也太小了吧，颜色挺漂亮的，太小就不要了，把它放回去，帮它盖好，以免被别人抓了，拜拜。